柱旁天天都骑 U bike 的阿伯要把车牵走，却卡卡的。没注意啊！没被挡住的勉强出得去，但支撑起细棚的钢构柱却直接架在 U bike 停放区，底下的单车有如被囚禁一般出不来。加上细棚旁也有停车柱，最多影响11台单车进出。大甲镇南宫举行戒教大典，后方的停车场被搭起酬神用的细棚，而且一连4天，民众发现抱怨搭棚挡单车通行似乎太 NG。你这样子的话，里面你切得出来吗？切不出来啊，切不出来。IP 霸占单车格，业者这样说。真的有申请路权吗？遭警方打脸。占用道路使用范围，且未申请道路路权使用，屡发其违规，将裁处于新台币1200元至2400元罚款。并勒令业者限期改善。抽绳系棚遮住车格，有需求的单车族进不去也出不来，难怪会引来怨言。三立新闻站的陈怡姐台中报道。